学。请看《世界成就品》第七段：佛出差别，常行。第二段看起啊，这个第二对看起，或现短寿，或现长寿，啊，这个两句啊，是一对，长寿短寿。前面呢说过，这个现身，啊，小身大身。这个地方讲啊，长寿短寿，也就是说，住在这个世间呢，时间上的长短，这个也是佛教化众生的一种方便啊。我们一定要晓得。一切众生为什么会有寿命？不单人有寿命，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仔细观察，一切动物有寿命，植物也有寿命，乃至于地球。现在科学家讲，它还是有寿命，太阳系、银河系，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，都逃不出寿命的范围。这什么原因？有没有能够啊超越寿命的？大概现在一般人能够觉察得到的呢，虚空。虚空没有寿命。3000年前的虚空，跟3000年后今天的虚空没有两样。再说3亿年前的虚空，跟3亿年后今天的虚空也没两样。为什么呢？虚空不变的，不变呢，就超越了寿命了。我们讲超越了时间了。凡是会变的，都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时间的范围，也就是说，都是生灭法。佛讲，一切有情众生，情是讲情识、感情的。那现在人讲呢？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就是寿命的现象无情的众生，植物。佛经上讲，有生住异灭。生住异灭也是寿命讲到矿物，讲到星球、星系，佛说有尘住坏空，尘住坏空还是寿命佛在《大乘经典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能不能够
超过寿命呢？可以呀，不是不可以啊。什么人能超过寿命呢？佛在经典上明白地告诉我们：诸佛如来无量寿啊，超越寿命了。化身菩萨。特别是在这个大乘教里面，常常讲到的地上菩萨，菩萨的戒位很多啊。华严经上讲51个位次，最高的10个位次，啊，十地菩萨，他们不再有寿命。一般宗教里面讲的永生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些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出现在一切世间。他有没有寿命呢？他没有。他所示现的这个身大小，是随着众生心想啊。他示现的时间长短，就是我们讲寿命了。住在这个世间，时间长或者时间短，也是随着众生的心想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通常佛在经上讲啊，九法界众生啊，从他的心想生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佛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寿命、形象都是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呀！你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通通放下了，通通断掉了，那你就真的证得无量寿了。啊，这是真的无量。那么我们要问了：这修行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那还要不要生呢？你要问这个话呢，就说明你的妄想还没断，你还在打妄想。啊，你妄学这个疑惑佛还有没有生？其实，在经上给你讲的那么清楚，我们在讲习也讲的那么清楚，佛没有身，佛能现一切身。佛随着众生的心，啊，刹那刹那现无量无边身，无量无边身。他现在这个相有长短，啊，好像寿有长短，实际上呢，他没有，这个很难懂。我们举比喻来说，
我们把九法界比喻做一个舞台，啊，在舞台上表演，啊，佛菩萨是演员，啊，他唱这个角色，到舞台上去表演，哎，化妆成这个角色，啊，表演的时间呢，是有长有短，就好像他的寿命。实际上呢，他的寿命实际上，他下了妆了，那是他真的寿命。啊，他真的寿命呢，可能活几十年呢，舞台上这几个小时啊，几分钟啊，啊，那个角色短的是几分钟的时间呢，长的大概一两个小时啊。你从这地方去体会。啊，所以从真的方面来讲呢，它是无量寿。啊，从示现呢，示现是表演，啊，表演是帮觉悟众生的。那个有时间长短，真的是无量寿啊！啊，表演出来的这个寿命又长短。像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真的是无量寿啊，久远劫就成佛了。诸位读《法华经》，啊，《法华经》受量品，释迦牟尼佛自己宣说的，啊，那是他的真人呢，本人呢。到我们这个地球来时，来的时候视线八相成道是唱戏呀。啊，是舞台表演呐！啊，这个有寿命，啊，有形象，有寿命，啊，佛在这个世间示现80年呢，啊，80岁圆寂的示现的，啊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它是不生不灭。不但不生不灭，而且还真的告诉你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移不异。啊，《中观论》里面讲的八部中观呢，那就是真正悟入心性人的写照啊。禅宗里都常讲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明心见性之后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些东西是哪里的东西呢？九法界里头。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上讲得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呐。明心见性是觉了，啊，没有觉的人，九法界的人都在做梦啊。啊，梦里面有大小身，有长短寿命。这个里头的五对都是梦里头人讲的，梦里面的境界啊，明心见性之后跟这个完全就脱离了啊。但是你要想再回到九法界来，回到六道来，很容易，你来去自由。啊，你肯定会回来。为什么呢？众生有感，你就来了。啊，你来干什么呢？你不是来受果报的。众生在这个世间呢，是来受果报的。
你过去生中造的善业，你来享福的；你过去生中造的是恶业，你来受罪的。我们仔细呀，观察了这个世间一切些人物。啊，你看他现在的果，你就能想到他过去造的业因。啊，你再看现前这些人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现在造的是什么样的业，你就晓得将来受什么样的果报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那么这个事情再清楚、再明了，不能解决问题呀。那你明了有什么用处呢？啊，这跟你说实话了。所以，不学佛就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明了事实真相了，我们不愿意再干这个事情。不要说六道轮回，我不干了。啊，四圣法界，我也没有丝毫留恋。在这一生当中，啊，短短的数十寒暑，下定决心要出离十法界。你要问，这个事情能不能办得到？答案是肯定的，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干。你要肯干，办得到，不难呐。不肯干呢，那就难了。啊，怎么干法呢？我们常常提醒同学们，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，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决定不能够随顺烦恼习气。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。佛菩萨教诲在哪里？经典里面呢？啊，就像善导大师劝导我们的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；佛教我们不能做的，我们决定不违反。啊，绝对不可以随顺自己的意思，我想怎么做，我要怎么做。那就完了，啊，那你还是搞六道轮回。你要不深入经典，你不晓得啊。我们自己的想法、看法全是错误的啊！啊，我们自己不承认呐。为什么呢？愚痴。你要是有智慧，你就承认了；你没有智慧，死也不承认。啊，为什么说六道凡夫？啊，起心动念，你所想的，你这个想法、看法全是错误的。佛这个话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佛一点都不过分，为什么说你是错误的呢？我们从最浅显的地方讲，你有没有自私自利？你有没有贪嗔痴慢？啊，你看到这个外面境界，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
趁自己意思的，就喜欢喜心，就想得到，啊，想拥有，不合自己意思的，就想舍弃，啊，离开，你还有没有这个念头？啊，财色名食睡在你面前，你还动不动念头？会动念头，你的心迷惑颠倒，你没有觉悟啊！你的想法看法怎么会不错误呢？到什么时候，你这个想法看法不错就没有错误呢？佛说最低限度你要证得阿罗汉果。啊，什么叫阿罗汉？就是说。六根接触外面境成境界，啊，眼见色、耳闻声，这个五欲六尘、名闻利养，确确实实不动心了。啊，摆在你面前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啊，这个境界呢，佛称之为正觉啊。刚刚离开迷惑颠倒啊，你开始觉悟了，啊，这个觉悟是正确的，啊，阿罗汉没有私心了，没有我了，不会起心动念，我的利益，我的好处，啊，世间人起心动念不是这个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事业，什么都加上个我。佛说这个观念错误啊，这个思想错误啊，啊，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，就造错误的果物，这造业了。造业，你得要受报。啊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这个妄想的念头。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六道不是真的呀。正道哥讲的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啊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六趣里头啊，六道里头啊，这是一场噩梦啊。什么时候你醒过来？啊，你知道这个梦境是假的，梦境里头形形色色。这个合自己意思了，不贪了，贪爱断掉了，不合自己意思也不成慧了。为什么？梦境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得清净平等心，你就出离六道了。啊。如果你对这桩事情还搞不清楚、搞不明白，你想脱离六道，那可不是简单事情。啊，所以，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，佛家讲缘分呐，稀有难逢的缘分呐。啊，我们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正法。我们希求什么呢？希求在这一生当中赶快脱离六道。不但我要脱离六道，要脱离十法界。啊，取一真法界，取极乐世界，决定不是难事情这个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，
它的事实真相，我们从这里了解了。都是业力变现出来的，离开业力，一无所有啊！再看底下这一对，啊，第三对，第五句跟第六句，后为。严禁一佛国度，或有严禁无量佛土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，这一对云。广狭故啊，这个是云，严是庄严的，净是清净的。诸佛菩萨，乃至。所有修道之人，在没有证得圣果之前，总是尽心尽力，庄严国土。没有成道之前，智慧能力是有限的啊。但是尽心尽力，佛在经上常说，就是圆满功德啊。绝对不是说啊，这个庄严你做得多。啊，你有财富，有力量，你做得多，你的功德就大。啊，贫穷没有能力去做的那个力量就小。佛不是这样说法的，佛从来没有讲到物质，佛讲的是真心。啊，所以。庄严佛净土，一切众生功德是平等的。理上平等，事上不平等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沉静的心呢，也有等级啊。有人10分真诚，有人只有9分，有人只有8分。有人只有一两分，啊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不是用物质来衡量啊，是你用心的程度，从这个上面来说。了凡四训里头，不是有个很清楚的故事吗？啊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到寺庙里面去拜佛，身上只有2文钱。啊，她是非常恭敬，将身上所有的2文钱都拿来供养。住持方丈和尚亲自给他诵经回向，真诚呐！啊，以后这个女孩子做了王妃了，
再到寺庙里面烧香，哦，那是带的人前呼后拥了，啊，带了黄金千两啊，到庙里面来布施供养。方丈和尚叫他的徒弟给他诵经回向，他感觉到很奇怪，就问方丈和尚怎么回事情。他说我多少年前家里非常贫穷，到这里，我来拜佛只供养2文钱，你老人家亲自跟我回向，今天我供养这么多，你怎么叫个徒弟来应付一下？老和尚说了，过去我知道啊，你那个2文钱，你的心啊十分沉静啊，我不亲自给你诵经回向，对不起你啊，今天你地位高了，恭敬心跟从前比相差太多了。我叫我徒弟给你回向，足够了。你想想看，很有道理啊！啊，所以不在乎啊这个物资的多少，在乎你的心果然是你用的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心。你在佛门供养1块钱、1毛钱，这个福德呢，等虚空法界，不可思议。稍稍有一点傲慢心，夹杂着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，你供养的这个财物再多，你得的福不大，得小福啊。这个才叫做天理呀，才叫做天道啊。天道是公平的呀，绝对不是说富人生生世世都富足，穷人生生世世都穷苦，不是的。明白这个道理，穷人来生得大富，富人来生是平平。为什么呢？贫人的时候，他布施供养是仅有那一点，全部拿出来了，100%。他果报也是100%。富人财产有几十亿、几百亿的，他就是拿出1亿来布施，也是他几1%。他将来得的福报呢，也是几1%，很小的福报，他不是圆满的，他不是100%的。何况穷人修福，心地真诚。富贵人呢，来布施供养他都有企图，心不清净。许许多多穷人到寺庙来烧香来拜佛，有不少他是以真诚恭敬心来礼佛，对佛没有要求。没有要求的福更大。有所需求的福不大了。
一无所求的那个福报不可思议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无所求，称心。啊，有所祈求的落在意识里头。你的福报决定越不过意识的范围。无求的时候不落在意识，所以他那个福报是尽虚空表法界。我们不能不懂这个道理。那么到成了佛之后，或者是你已经破一片无明，这一分法身。这个时候，你有能力，跟诸佛如来有同样的能力，能够在虚空法界、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呢现身，跟诸佛如来一样，众生有感。你就有因，你也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。这个时候，你是严禁一个佛国度，还是庄严无量无边诸佛国度？这是语言每一个人在初学的时候，借的语言不相同借语言一定心到，手也要到。心是主念念当中，如果你都有遍法界、虚空界、一切刹土众生，那你的缘结就广了。我们每天念佛诵经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如果我们的心量很小，这个佛国土的时候，直指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是唯严禁一佛国土。也不错了，很难得了。如果你回向偈呀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你心里头那个佛国土是无量无边诸佛国土。那你明心见性之后你的缘很广。你庄严的这个境界范围。就非常非常之大了，所以语言要接。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常常教给我们要跟大众结法缘。你要不结法缘，你的经教学得不错，学得很好。但是讲经上没人听你跟众生没有缘有些人讲经讲得不怎么样，听众很多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跟众生的缘结得多所以常常劝我们要跟众生结法缘。
这是老师以前常常提醒我们啊，劝我们。我们读了《华严经》之后，这才明了，戒缘很重要，而且缘要戒到变法界虚空界，与华严教义才相应呐。我学佛，确实戒的缘跟一般人不一样。我不但是给学佛的同学们广结法缘，我还给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。也广结法缘，不是在新加坡才开始啊，早年在台湾，以后在美国，我都在做啊，更早的时候，我还在学校念书，做学生的时代，我常常进基督教的教堂、天主教的教堂、伊斯兰教的清真寺。一定跟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和睦相处啊！我对他们非常尊重，非常恭敬。所以现在在澳洲，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，发展推动的好环境呐！他们国家有组织、有计划的在推动，国家设的有专门机构。联邦有多元文化部，州政府底下有多元文化局，更难得的是由大学来主导，大学是中立的，不属于哪个族群。也不属于哪个宗教，由他来主导。多元文化的活动，就是这个宗教各个不同宗教团体在一起活动，不是到哪一个教堂，哪一个宗教，在大学。真难得了！他的目的消除宗教与宗教之间的隔阂、误会，增进彼此的了解，增进彼此的感情，能够得到。互相尊重、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这样就能够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冲突
带给社会安定和平。澳洲政府很有智慧啊，这个工作做得很有成效。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，广结法缘呐，啊，法缘界道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不同的族群。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的教诲呀。佛在这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变法界、虚空界。不但它是一家了，说得更亲切，说成是一个自己。啊，这一个自己呢，名词叫法身。啊，你看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你要真正把佛这句话想通了、想明白了，完全肯定，没有一丝毫疑惑了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就真的发生了。你就是化身菩萨。啊，化身菩萨的心，就叫做菩提心。啊，我跟诸位说的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啊，你起心动念呢，一定与这个相应。化身菩萨，啊，凡夫的起心动念跟这个心完全相反。凡夫起心动念是虚伪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凡夫的心是染污的，他被七情五欲所染污。不清净，啊，凡夫的心是傲慢的，不平等，啊，凡夫的心是愚痴，没有智慧，凡夫的心自私自利，没有慈悲，所以自己要常常想一想，我用什么心？你要是用的凡夫心，你肯定是六道里面的众生。啊，纵然做好事、做善事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你在六道里头啊，得福报就是。啊，享福。你要是造恶呢，你在六道里头受罪、受苦、受难，肯定的嘛，你出不了六道嘛。所以。如果我们能够反过来，啊，因为那是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啊，这个虚伪染污是烦恼习气，反过来，随顺佛陀教诲，别人用虚伪的心对我，我要用真诚心对他，啊，你要问什么道理？啊，他搞六道轮回。
我要搞一真法界。我们走的是两条路，一真法界的人要用真诚心对一切众生，一丝毫的虚伪都不能有。我在讲席常常劝大家了，我们修什么？修纯净、纯善，决定不能有丝毫不净夹杂。心呐，不能有丝毫不善夹杂，我们的行为。果然能以纯净纯善为标准，我们这一生有成就啊。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六道轮回让他们去搞去了。实在讲，轮回太苦啊！以往自己不知道啊，堕落在这个里头啊。现在遇到佛陀的教诲，觉悟了啊！这一觉悟，立刻就要回头，回头是岸。没有觉悟的时候，心胸非常窄小，小得很可怜呐，只顾自己，学佛了顾自己的道场，这心量很小啊，顾自己的佛教，这算不错了，那还是小啊。怎么能够把它放大？你能顾全世界一切宗教，还包括不信教的，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心要慈悲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，在布施里，这是大乘经典讲的很多很多啊。注意，也听得多，也读得多。布施供养里头，最殊胜的法布施啊！《大乘经论》里面佛举的比喻很多，来比较，《金刚经》诸位念得都常常念的。普贤行愿品也是大家都喜欢念的，你看里面都说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拿这个来布施供养，都比不上为人设四句偈的佛宝。四句偈什么？经文四句，哪四句了？任何四句。许多人疑惑，不相信世间人还是看重金银财宝，没有把佛法看重不知道佛法的功德，不知道佛法的好处。我们明了为什么？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你。你也只能得到一点富裕的物质享受，你没有办法了生死、出三界。这些财宝布施不能够帮助你觉悟破迷开悟那做不到为人设四句偈。
纵然他现在不开悟，他阿赖耶识里头已经种下了佛法的金刚种子，这是非常非常可贵。什么时候他预言，机缘成熟，他慢慢会走上觉悟的道路。所以，功德、福德都是无量无边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真的只有佛说得出来，一般人怎么能说得出来？我们算是非常非常的幸运，这一生能遇到佛法。你只要稍稍这个契入境界，我很相信，你对于经教就欲罢不能。一天不吃饭没关系，一天不睡觉也没关系，一天不读经不行呐。这个日子难过啊！你会把读经学佛真正看出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，唯一的一桩快乐事啊！除这一桩大事之外，事出世间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，什么事情都不能跟这一桩事情相比。这里是大落，这里有真落啊！这是庄严无量无边净土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